日汤真山，我来了耶！睡了，哦，云海，云海 ，OK OK， 云海来看一下云海，哦，睡了睡了，好像坐飞机啊！哎，对面的山看得到了，你看，哎，开始出来了，那就会漂亮喽。一直在靠近呐、啊，录影录得到我吗？有有，等一下，现在有往下哇，录影。我们现在录影台往外飘过来哦。哇塞，好漂亮、哦！我一直在膨胀哦。等一下一条龙出来了，要签牌了，起灯了，灯了，哎，赞啦！好，加油 ，Go， Let's Go！ 嘿嘿嘿嘿，哦，这家台湾熊哎。哎，跳不了，跳不了，这个帽子压你。你们要去爬什么山啊？北大武，北大武，在隔壁啦。汤真山，日汤真山啦，要。汤真山。OK， 是北大的隔壁啦。对，啦。哦，赞啦赞啦。OK OK OK， 好啊啦，行行行行。真会抢镜头啊，赞啦 ，OK。哦，86岁了，哦，厉害厉害。好好好。耶 ，OK， 爱跳。三十弟 ，OK OK。三弟，我们还要那个呢。一千四，好，快到了。三五零呐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加油！耶、yeah, 哦，一个这样看镜头来行的，好好好好，好，一生一世，一生一世，阿哥1420哎，没啦，那个做面包好还是来爬山好？我爱刷卡，爸爸就爬山好多哎，刷卡的去刷卡，面包我要赚钱呢，我没去生产呢，赚钱的那个是很累的呢，爬山是休闲的，对啊，那是为了生活，没有办法。啊，你是老板，今天到师傅啊？对，好钓兼共进的啦。通通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办法。对，都一样，但是为什么换地方就不？啊，拢共一只地方。我带你讲一个笑话。我们来了。Hello， 你好。嗨。我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走。我的靠山也像你那么大哦，像素那么大。不要靠山山倒。好了好了，我要去做面包了，不要闹了啦。哪里去北大？我这边。对了，咱右转来呢，咱右转来呢。哎呀哎呀！这样走啊！现在就直接给他冲上去啊！好来，北大武，我来了！哦，啊没有了，我们是要是去这里了，日汤真山了。现在几度看一下？啊，还不到20度呢，不过满头大汗。满头大汗啊！啊，很不好笑的笑话了。啊，这位仁兄要讲笑话，你看看他的。可以补充一下食物。对，等一下要讲笑话，你要补充食物。没有啊，边吃边听啊。赞啦。汤真山。哦，啊，不是要去北大武哦。那就等你哦，等一下。哦。去北大武哦。好好好。太好了。
OK 感谢主，感谢。这里是我们要经过日汤真山、北大武山跟回去的登山交叉口。现在不仅风景美，人美。赞！我们来甩一下哦。我是他女儿。这是我们的 boss，Brad boss 哦，我们英姐，我们的蓝英姐。阿哥，赶紧，我赶紧瞪过来，谢谢。哦，慢一点，刚。啊，还是年轻人好了。哦，厉害啊，厉害！哦，看起来这装备，哇靠，都没看到人了。耶，好，继续走。康珊珊，继续走，加油！我们同队的女生都说别的男生很强，都没有说我们很强。加油哈哈哈！啊，还没到，不能说加油。现在在日汤真山的路上，1587公尺的高，我们要前往1700多。快了，快到了。到了，剩100多了，陡升而已。好，加油！加油！哦！哈哈哈哈！嗯。石头的瀑布啊，哦，这里还有一个类似神木。仍然现在你要做面包还是爬山？还是要爬山？不要执迷不悟啊。好，对了，高鬼，一个仔呀，哦，快到，啊耶，加油，是哦，要出大劲哦。日汤真山，我来喽！看云海。你看路来路水，你看无？哦，迄位来只规片白墙呢。哦，对。哦，水。嗯。有吗？吃什么？蚂蚱。哦，三家人吃那个。肉粽。什么东西呀？肉粽啊。油饭。好，阿尼呢？也是肉粽。吃我的面包啦！好，面包，都是肉粽。好来，面包，好吃的面包。面包没有油的哦。哦，没有油的，好来。但是有料、哦。啊，你是肉粽，自己包的，自己包的。哦，赞。OK。你就像阳春面里面、哦。幸福啊！好。OK。哦，吃一个粽子。要炒很久呢。对啊，还有半碗，你就一直吃完呢。我的 Apple juice， 啊，你的两粒有没有带来啊？有，在这边。OK， 好，反正哦，都要大流，我等下肚流感的。
雾来了。哎，站着站着嘞，就登山口，我们要去了。好的好的哦，欢迎你。对，好，好的，在录影喽。好，问大哥，这个是森林步道还有没有？今天天气晴朗啊。还有吃好吃的什么？麻辣。帝王。麻辣。帝王的哦，吃了会当帝王。还有。Costco。哦。乐事。你累了吗？就登山口。哎，对。爬鸟。好，现在要爬大武山了。我们要进去快谷山庄了，预计够三个小时就抵达快谷山庄。当工啊！这个是下次的行程。哎呦！啊，雾来了，雾来了。仙境啊！哦，太阳出来了。哇，怎么又太阳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大哥雾哈。哦，也有雾呢。也有雾，也有雾。